Hello，大家牛，我是拉风豪，我现在在浙江的杭州啊。今天呢，我会去参加一个官方邀请的活动，叫什么潮流改造，就是把这头low 牛改造成一头潮牛。Let's go。这样出去绝对回头率超级高。是的，是的。然后之前看过你 cos 过那个库洛迪卡，对吧？嗯。你现在化完真的整个大变，可以讲一下你这套穿搭。这个镜头，然后可能就两三句简短对话。这个是等一下。感觉很帅。这个有这个音，这个是啊，对，这两个都有。这两个表情真的很绝。亚洲车神在变帅。我因为我看他眉毛很帅。他哪个角度拍会比较好看？我觉得对，就这样就好。那我不入镜。嗯。我 OK 了吗？嗯。就好了是吗？嗯。太大裂了。兄弟，你这是个衣服架。真的好帅。赶紧把灯灭了吧。这素材录的跟粉丝见面会似的，你看都是一群小迷妹。在刚刚的我觉得可能穿不出，他就我就这么大。那可以啊。怎么回事？氮气点多了，手酸。啊，受伤了吗？是 QQ 飞车让你吵到公司。不是，是 QQ 飞车让你吵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好好。好的。